子细雪不及烟中醉，我红的是我。歌手徐佳莹出席电台活动，一谈到新歌准明星的歌词，马上唱几句再说。去年发两首单曲就入围今年金曲三个奖项。有，我现在必须要当一个有自信的人，我对阿良也很有信心。娃娃也很有信心。或许是当妈之后大解放，笑翻全场，但会不会跟先生比尔贾一起走红毯还没决定。而谈到疫情生活，徐佳莹说比较常待在家，没事不会带小孩出门，密切相处下觉得长好快。这回暌违了四年半，中间历经结婚生产，终于推出第六张专辑。徐佳莹坦言很紧张。我觉得我一直也在等待我自己，真的把所有的那些压力放下。就是不管是在创作还是在面对表演，面对歌手这个身份，尤其是可能所谓歌后这个头衔。在新专辑也担任制作人，徐佳莹希望多元曲风让大家喜欢，也准备了礼物要送给预购的歌迷。有三张同三张万个闪卡。记者会现场搬出特大版，让大家看看这闪卡到底长什么样，每一张都很有特色。而现在为了制造预购热潮，歌手都会推出不同周边产品。MC Hotdog 的最新的一个 mark 有 MC Hotdog 嘛？那下面是一个狗狗的嘴，然后是歌手热狗 MC Hotdog 新作品摇中二，首批预购的人就可以拿到造型项链。至于金曲新人徐修，之前在包装内限量送面胶卡牌，大家能凭卡换卡。当时活动现场挤满人，毕竟歌迷除了买 CD 听歌，更想的是把偶像每个周边物品好好收藏。 TVBS 新闻庄启源、徐坤山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